作搭理，实做一下。就像我做饭一般会相对来说节省一点这种小料，那这种小料啊，包括蒜啊，还有这种，这种东西不太会加。那你说吃饭就胖不胖？不胖。不胖吗？不胖。那你笑啥？This video A. We will cook today. We will make green papaya salad. Papaya in Chinese called 木瓜. 黄木瓜. Yeah, the young one.教我做的这个冬阴汤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酸甜的色拉。我觉得泰国的食物还是很神奇的，就是你每一个闻起来吧，可能就没有那么的，你形容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味道，但是一合起来，马上就是那个曾经熟悉的味道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是我做给我自己，然后给你们看的这个冬阴汤和这个色拉。那我马上就要吃了，拜拜。